哎呀，身上有治疗嘅药俾你，好彩我醒目，啱啱买埋药水，聪明精力饮妙，贵嘢嚟啊，攞去啦。总之买罐杂乜嘅俾佢饮。好，哎呀，咁啊，饮完嘢之后肩膊舒服好多，多谢你即刻喺度笑。哎呀，等久等啦，俾你试下尖端科技啦。点啊？喂，呢条有咩嚟啊？好正喎，好似电话喎。啲咩人啊？冇喺度恰我啊！借呢个包嚟用啊！呢、這个咪包啊，系手提电话啊，所以话老百姓啊咁乞人憎。我咪好嚣张喎，呢、這个死肥仔。哇！救命啊！哇！一锤执咗落去，电话烂咗系嘛？啊！冻死啊！喂，你啊，喺度做咩啊？喂，咩人啊？呢条友个 friend 啊，算系啦，你唔好谂住恐吓呢样嘢。呢条友可以攞到尖端科技啊，尖端科技好脆弱，咪随便啊！而且呢个玩意好先用啊！喂，呢条友讲咩啊？好不爽，怼落去，戴眼罩嘅老兄受死啊！好，傻仔，我强打士，好双截棍。咣咣咣！一嘢兜落去，哇！做咩成喺度烦？你死仔！好极傻仔，溃口，佢打到你个口溃烂。哇！攞刀啊！攞刀睇下边个棍劲啲，定你把刀？好点啊！好犀利啊！我哋知错啦，呜呜呜！搞掂啊！跟住咧，真道先生真多谢你啊！全靠你帮手，唉，冇乜嘢啫，系时候借个电话嚟啦。一坏咗，信唔信？嘟噜嘟噜，跟住咩？冇嘢嘅，呃人嘅玩具嚟啊，打唔到啊，打唔通喎、啊哎，有电啦喎、啊。唔会系啱啱我条友整坏咗系嘛？因为尖端科技制作精密，唔会系嘛？哎呀，好不容易先买到。唉，算啦，冇计啦，就当我冇命用啦，放弃啦。唔得，我唔应承。咩啊？当大家唔理我嘅时候，得真道先生同我倾偈，仲带电池同药俾我，好好心啊！我点可以令到你咁样扫兴啊？咁好嘅人，井户重。真道先生，请你过一阵咧就去啊招福町西边个超市嗰度，我哋会俾你见到最尖端嘅科技。啊、我知道啦，我会期待。我走先啦。黐线，使唔使啊，大佬？而家几点啊？29分。哎呀，点解一转头已经有契弟喺度啊？即刻攞棍殴死呢个山田。双截棍，咣咣咣咣咣咣咣，一嘢殴落即死击，兜头棒，当头棒喝，一嘢打爆你棚牙。跟住咧，仲有边个啊？大肥猪，呀！双截棍，咣咣咣咣咣，一脚兜落去，即死啊！呢个强打师。跟住而家去嗰个契弟咩咩超商话呢、這个啊 M 超商喺边啊？话咩 M 超商喺呢度呢度，即系过条桥啊，系咯。M 超商有咩啊？电话。喂，又系咁嘅，呢、這个唔系、啊，唔系呢个招福丁佢 M 超商冇嘅喂，吓咩收工冇咁快？李先生应该痛死咗，我冇事啊。美田部大哥系咯，啱啱嗰个咩西咩都好大，嗰部大哥大都先进好多。喂，有冇人知点搞啊？嗰个人匿咗喺边啊？啊，左上
边有左上？左上系呢个喎、啊，龙虎饭店嘅任务仲未做过，黐线吓！入咗去再出去啊！好入去，有冇契弟啊？系咪你啊？唔系，好出翻去，条友已经呃咗我一罐药同埋电芯，傻仔真到，喂喺度喎，真系喎，嘿，真系慢啊，真到先生食屎啊，快过你啊！哇、哦，呢、這个系，我妈又买咗部啦，新手提电话，哦，终于喎。哎呀，你久等啊！有呢个咧就可以打电话，唔使去公共电话啦。真到咪想打电话，快啲 call 人啦！哦哦，佢黐线，佢即刻买一部啊！吓，嘟嘟嘟，点啊？啊，都系打唔通喎、啊，又玩嘢啊，靓仔。唔记得要打俾边个啦？啊，你系咪低能啊？真到啊，我先唔系啊！俾你喺度冇嚟冇去啊，唔记得好正常。唉，冇计啊，我暂时仲喺度啊。有边个想啊想用电话，咪讲声咯，随时都会用啊。只要有电池，仲有电。我知道啊，呢、這个最尖端嘢真系脆弱啊。啊，呢啲嘢就系咁啦。我觉得以后电话咧会变到好细，方便带。除咗通话之外，仲要加好多机能啊，好似啊相机之类。唔会系嘛？再加埋相机，咪又中大部啊？你甩胶咯又。以后事再讲啦，到时咧真佬再嚟帮我啦，呵呵呵呵呵。唉，要输我啦，已经受够最尖端嘅科技。咁即系有咩着数？这样做对我有什么益处？耶、yeah, 哎！电池有电啊，我、哦、可以 save， 多个木嘴喺度俾你 save。啊，就系咁样咁废嘅嘢，搞咁耐啊，又、就是、多一个 save point， 多余啊！好，呢、這个人都转转共嘅，其实都啊，差唔多啦，今日都系嘛？有人话佢嘅手提电话之父，同埋边潮文，我哋差唔多啦。睇下佢衰样，读下边条文咧，我都差唔多要完啦。啱啱醒起呢条友，你觉唔觉有啲似安德尊啊？佢个样啊，都有少少安德尊 feel。好，今日咧就有一位咧叫 Jeff Seal 嘅兄弟咧 send 俾我嘅潮文。佢今年三月咧最期待的画面出现了，胶剧《爱点回家》终于宣布会喺。大約在880集左右大結局，其中一位編劇更在微博上載一張804集全劇完的相片，令人開心到跳起耶！雖則接力開拍的呢是阿蛋括弧鄭丹瑞炒冷飯之作高朋滿座二，但總叫換個班人尚存一絲希望。直至前日大台正式公告天下，緊接愛回家播出的將會是愛回家二。哇！惊喜真系话嚟就嚟啦，吓到个心嚟一嚟。实行咧换换人脚咧就当华丽转身。当时嘅心情咧就有如等咗5年，终于等到咧某人要落台啦，某个政治官员。点知咧佢临走一刻咧又宣布咧将会连入一样。尘世间最惨嘅事咧莫过于惨成意义。网民对此咧好不满噶啦，有说咧就话咧胶剧死唔断气。令人有家歸不得，又說換湯不換藥已經家不成家，怨聲載道。
或者咧呢件事咧令人愤慨，但系你闹人之前问问自己，你究竟有冇睇过《爱回家》？佢嘅卖点系咩？你知唔知？总括嚟讲，佢嘅卖点咧唔系演员，更加唔系剧情，亦都唔系主题曲，而系两个字：坚持。全套剧能撑到八百几集，力量咧源自编剧坚持咧为每集咧设计一个误会，然后又喺同一集咧将误会解开。其中嘅误会大致分为几种，包括以为你爱同事 A， 原来系爱我；见阿爸静鸡鸡食药，以为生 cancer， 原来系生痔疮啊！厕所咧偷听到老板咧话公司要将会执，好惊啦，惶恐啦，原来钉漏咗一半啊，系执到平货。所以剧集咧由2012年咧三月开始咧，就为大家拆解咗800个误会。如果世上咧真系有神，好想问神一句，到底世上仲有咩误会呢？是爱回家未拍。当你知道爱回家呢一份独特个性之后，你仲有冇疑问呢？问有啊，明明话阿蛋咧拍咩高朋满座，点解冇一件事啊？答冇错啊，系会拍高朋满座而。不过呢你听得唔清楚，系阿蛋啊，唔系阿蛋啊，系阿丹丹爷个丹。咁所以爱回家二咧，的确系会冇啊马氏一家。至于高朋满座二咧，几时开拍？等爱回家二完咗先讲啦。又问啦，喂，咁将下804全剧完嘅字样咧，仲唔系完啊？嗱，啊有冇留意到咧？张相影到个完字之后就冇咗，其实原机就喺后面，因为两粒字同一个标点符号咧影唔到，就系完就系得未。原来咧呢个只系编剧问监制嘅问题，全剧完得未啊？咁好明显咧，当时嘅答案就系未啦。爱回家系对误会嘅坚持咧，可以连成喜剧嘅前途咧，都搞出一个误会。真系咧，就算有机会问到神，神都估你唔到啦。所以爱回家咧，大可媲美《大时代》及《天与地》，视为神剧。唔好有误会啊，唔系神级剧啊，系神经剧。啊！爱回家，我睇咗几多集都唔知，我有冇睇过五集都唔知咩马，净系记得咩马壮嘅名啊，记得几个咩马子尼、马壮，跟住阿黎洛仪啊，郭少云啊、刘丹啊呢啲咯，有啲咁嘅印象，但剧情就冇咩印象，你同真情就冇得比。我系讲咩叉烧饼善意，我系是但噏到几集真情嘅，都仲我系讲到有啲剧情咩大圣嗰啲，我系讲到哦大圣想沟边个乜咩咩大力啊嗰啲，我咧咩低 B 情我都可以讲到呢啲，系嘛咁啊，但系呢个爱回家我就真系唔系好有印象咁咩剧情。咁我哋今日差唔多啦，我哋明天再继续系咁先，完，我哋转拜拜。